咦，体育场里面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声音？这是什么情况？我要去看看才行。哎呀，我的天，这不是奥特消防队的叔叔们还有赛罗爸爸吗？旁边怎么还有两个大僵尸呀？爸爸他们的样子看起来好痛苦，难道是感染了可怕的僵尸病毒吗？这下糟糕了，我要赶紧去找人来帮忙才行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呀！小格力乔姐姐，我可算是看到你了，出大事了，你别跳舞了，爸爸他们有危险。小赛罗，你在说什么呢？赛罗爸爸他们可是奥特消防员，怎么可能会有危险呢？别耽误我练习舞蹈了。我真的没有骗你啊，我亲眼看到的，就在前面体育场里面，还有两个大僵尸站在旁边，爸爸他们好像是被僵尸咬了感染了。怎么会这样啊？咱们光之国小镇一直以来都很安全的，从哪里来的僵尸还把大家都给咬了？这可是件大事情啊，小赛罗你在前面带路，我们赶紧过去看看吧。快走吧，小格力乔姐姐，就在前面，我们马上就到了。你看见了吗？千万不要进去，很有可能会伤害你的。我们赶紧想办法该怎么拯救大家吧。哎呀，这么远根本就看不清楚啊。小赛罗你别怕，赛罗爸爸那么爱我们，肯定不会伤害我们的。你在外面等我，我过去仔细瞧瞧。赛罗爸爸，你们没事吧？我是小乔乔呀，你这是怎么了？快醒醒。小格力乔自己身处危险，却来不及反应就被感染的赛罗咬了一口，他也慢慢的被传染了，这可把小赛罗给吓坏了。哎呦喂，小乔乔姐姐，你怎么跑进来了？爸爸他们已经完全失去了理智，这下你也被感染了，大家坚持住呀，我现在就去寻找帮助，肯定有办法能够帮助大家恢复正常的。小赛罗为了拯救大家再一次奔跑出去寻找救援了，他沿着马路跑了好一会儿，终于来到了光之国小学，看到了正在洗车的卡米拉老师。卡米拉老师，看到你太好了，出大事了呀，赛罗爸爸和迪迦叔叔他们全都被僵尸感染了，他们就在附近的操场，咱们赶紧去看看吧。你说什么？小赛罗，光之国小镇出现了僵尸，还把最厉害的奥特消防队咬了，这种事情可不能开玩笑呀，你说的都是真的吗？我真的没有骗你，卡米拉老师，我现在不知道该找谁了，你赶紧跟我一起去现场就知道了。老师你看呀，就是这里，他们的样子特别恐怖，还散发出可怕的声音。我的天哪，我不会是眼花了吧？奥特消防队怎么全都被感染了？而且这些病毒还是传染性特别厉害的，它会不断的攻击所有的光明奥特战士，直到所有人都被感染。卡米拉老师，我们现在应该做什么才能帮助大家？你肯定有办法的，对不对？我不想再看到他们这样受罪了。小赛罗，目前为止还有一个办法，不过仅凭你一个人是很难办到的，只有你找到相信光的小伙伴们一起来帮助你，汇聚所有的能量，才有可能驱散他们体内的病毒。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相信光了，所以你成功的机会很渺茫。这个办法真的可以吗，卡米拉老师？虽然现在没人支持奥特曼了，可我相信肯定还有一些相信光的小伙伴们能够听见我的呼唤，勇敢地站出来拯救奥特消防队的，我一定不会放弃的。爸爸你们要坚持住呀。小赛罗为了拯救被感染的奥特消防队勇敢地跳起来了，科目三舞蹈，想要通过这种方式获得相信光的小伙伴的支持。没想到他的努力真的被大家看到了，天空开始下起了大雨，雨水中混杂着爱的能量，没一会儿他们身上的病毒真的被驱散了。所有人都恢复了正常，太棒了。哇哦，小格力乔姐姐还有赛罗爸爸，所有的奥特叔叔们，你们全都恢复正常了，太好了太好了，刚才可把我给吓坏了呀。小赛罗，是你帮助了我们，没想到我们变成这样还有人支持我们给我们加油，为了表达感谢，我们一起为大家表演个节目吧。加油，奥利给！听我说谢谢你，因为有你温暖了四季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世界更美丽，我要谢谢你，因为有你爱藏在心底，谢谢你，感谢有你幸福传递，听我说谢。
谢你，因为有你。